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我是大吉。今天大吉带大家做一个旋转小花朵的教程。首先我们在这儿打四个方块，然后我们在四个方块里放上转轴方块，放完之后在它的上面放上白色印刷块，再在这儿放上玻璃方块，放完之后我们再用这个彩蛋给它换个颜色，之后就是这个样子的。然后我们在玻璃方块的后方放上两个方块，再在这儿放一个触碰方块，再在这儿也是给它放上，放完之后就是这个样子的。然后我们在这个中间放一个开关，之后我们打开开关看一下，你看它们都转起来了，像不像花开绽放的时候，有没有那么一丢丢好看呢？那我们本期的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，小伙伴们你们学会了吗？学会的话就抓紧做起来吧。大家还想看大吉做哪些视频呢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告诉我。